见证。那在社群当中有非常多，将近100多个影片，都有拍视讯来说出他在使用凯莉产品里面对他身体造成的一些注意。像画面中的这位伙伴，他本身就以这个部分来让他的脚疼还有身法的部分都解决了。那这位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领导人橘子的妈妈，她本身在使用的过程里面她的斑也改变了。那这些都在我们自己的团队伙伴当中都有非常多的见证。那另外这也是我们的那个团队的领导人，他本身在使用之后也变成了非常年轻帅气。那另外这位先生则是在头发上面白发变成黑发。那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鬼死四传到现在整个就是洋溢青春小女孩的模样，在气色整个的青春逆龄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那在左边的这个是佛罗里达州的仙仙，他本身在使用的一个过程里面刚好帮助他对抗了新冠病毒，而让他能够死里逃生。这段经历对于他使用3个月完全相信凯莉并且没有进食其他的食物，帮助他的家人能够痊愈，这个过程对他来讲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另外这个是我们的伙伴当中，他是以往都有高胆固醇跟血脂的疾病，但是他在使用过程里面每3个月的检查之后，他发现他的三酸甘油脂跟胆固醇等都有明显的变化。那在这里面他说这竟然让他长期以来这个医生竟然就让他把原本开的药停药了，所以对伙伴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那另外这个是我们伙伴提供里面的，他的脚一直遍寻不找良医，然后后来使用清气便跟益生菌之后，然后到现在讲这带给非常多的鼓舞，也让我们本身身体的免疫能力透过了凯莉的产品能够有一个长足的一个改善。那我们都知道如果